请掀开经本，寄诵的第六首。一切众生业差别，随其因感种种殊，世间如是佛界现，极尽光天能悟入。这一首是极尽光明眼梵天王他的赞颂，在《华严经》上，每一位天王都是代表一个不同的族群，他们所代表的范围很大，这一个不同的族群里面又有许多小的族群。那么现在这种外国人常讲的多元文化，我们在华严经自始至终确实看到这个多元文化彼此都能够融洽的相处，显示出多元的一体，是一体的多元。这个观念才是正确的，这是佛知佛见，我们今天讲的人生宇宙观，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华严是最圆满的最真实的。天王他修学正果的法门，使现一切世间业报相过差别解脱门，这长行里面我们读过。那么他的赞颂实际上也是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说明他从这个法门呢得到的成就。所以寄诵一开端是一切众生业差别，这是说的因，随其因感种种殊，这是讲的果，因为造的业不一样，现的果报就不相同，那么这个果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种种差别，那么现在我都用族群来代表，来代表这个不同的果报。这两句话了，把设法界一正庄严说尽了，细说业感是说不尽的，佛在经上又比喻讲了一切诸佛共同来说，成说、岔说、无间断说，也说不尽。那么佛以方便法，把这些业感呢归纳、分类，分成十大类。这个说法了就方便太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十类每一类里面业感差别都是无量无边的。佛讲的这个十类呢，就是讲的十法界，这十大类，十法界都是众生的。
佛也是众生呐、众生两个字的本意，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换一句话说，凡是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佛也不例外。因此这个地方的众生是广义的。那么佛是什么业因感得的呢？随其因感吗？因才感果吗？果就是现象。佛告诉我，佛这个因呢是平等的。这是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常常读到的。设法界因虽然很复杂，最重要的一个因，我们讲它第一个因，最重要的一个因，佛是平等性。平这个平等很不容易。如果我们要不和，哪里来的平等呢？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啊，和平安乐，和平平安安乐，前一个字是因，后一个字是果报啊。我们大家能和才能够有平等，大家心都平了，这才安呐。我们今天讲的，祈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用什么方法才真正能够将这个愿望落实呢？大家心，大家相处都能和睦。人人心都能够平等，这个安与乐就落实了。所以要想和睦相处，要想人人心地的平等，诸位想想这桩事情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呢？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讲第一句话了，成为中国教育哲学的中心呢。中国教育哲学就是礼记里面的学记。学记是中国的教育哲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你成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领导老百姓，什么事情最重要？教育。所以中国古代你看在政治制度上把教育排在第一了。古时候管理国家一切事务的，现在叫国务院，在从前叫宰相、相府，以前的宰相就是现在的总理啊。古时候这个事务没有像现在这么繁杂，所以分六个部，六个部里的第一个礼部啊。礼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育部，他把教育部排在第一位，这重视教育。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在六部里面，他的地位最高，
在席次上他是做首席。那个地位仅次于宰相。可见的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也非常重视教育。他连国王也不做了。将军也不做了。亲自来做这桩事情，这更难得了。一生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头介绍了很多啊。唯有教学，让一切众生开悟，心才会平等。高级的知识分子，古时候讲士大夫阶级，在佛法里面讲菩萨，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在佛法里面相当于现代教育里面的学位的名称，并不代表这个人的行业生活方式，不代表这些，它是一种学位。你修学到某一个阶段，真正达到和睦了，所以佛法你看看，佛给我们学生制定的戒律，戒律就是我们的生活规范，必须要遵守的五戒十善六合敬。真正能做得圆满的，这才能拿到第一个学位，能够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了，这才拿到第一个学位。你真的觉悟了，这正觉，这小果，这个时候心平不平等还没有。阿罗汉辟支佛心不平等，从什么地方见呢？你看相貌，相貌不一样，不平等，相随心转嘛。菩萨的相都差不多了。我们看看菩萨的造像，面貌都非常祥和，都是差不多的相貌，心平了，他这个相貌就一样。所以菩萨叫正等正觉。你看阿罗汉辟支佛只叫正觉，还没有等，他只做到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他还没有做到平等。菩萨这才平等了。菩萨在修平等了。平等到了圆满了，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再没有比这个高的了，这是达到究竟圆满。所以佛心是平等的，平等心是真心，平等心就是真如自性。说实在话，这个心本来是平等的。你看看慧能在《坛经》里面讲的，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不就是清净平等吗？所以到如来果地呀，才叫佛佛道同那是真正的正得
清净平等觉了。菩萨虽然是平等，他是接近平等，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平等。他在修清净平等觉。所以诸位要晓得，清净平等觉就是自信，就是真心的。我们的真心本来是清净，本来是平等的，本来是大觉的。现在我们这个失掉了，自信的德能失掉了。怎么失掉了？我们有妄想，有了妄想啊，就不觉了。从妄想里面产生了分别，有了分别就不平了，分别就有高下了，就不平了。从分别了，又出现了执着，这执着就造业了，就不清净了。你看，把我们本性里面本具的清净平等觉完全给丧失了，这个丧失是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只要我们恢复这个性德，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如何恢复呢？把障碍去掉就行了。只要把妄想去掉，分别去掉，执着去掉，就恢复了。一切执着去掉，心就得清净。执着里面头一个我执啊，我当年学佛，我是26岁闻道佛法，我的缘分很好，闻道佛法大概1个月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是看破放下，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教给我布施。菩萨修学6个纲领里头第一个布施波罗蜜，用这个方法来放下。你放下一分，就帮助你看破一分；你多看破一分，你就多肯放下一分。所以看破跟放下相辅相成啊，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果地，就是无非就是看破放下。什么叫看破呢？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明白了，觉悟了，搞清楚了，这是看破。放下呢，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不再打妄想了，那是放下了。所以头一个最严重的我跟我所，我是执着这个身是我，念念都要为这个身呢，你这个身放不下了，麻烦了。我所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财富，我所有的眷属，我所有的地位，这种种一切我所有的，叫我所生，这身外之物那放下从哪里放呢？
先从身外之物放弃，比较容易嘛。对于身外一切看破了，看得淡了，不放在心上了，然后逐渐的能舍身了，对身也不执着，你就会得自在。常常想着这个身，要保养这个身，这是增长我执。身能不能保得住呢？给诸位说，保不住。学佛的人大家都晓得，所谓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读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所以我总是劝初学的人，开始读什么书呢？读了凡四训，把了凡四训读300遍。读少了你没有印象，读多了时候你印象的深，你才会觉悟，你才晓得这个深业报深呐、一切是命中注定，命中谁给你注定呢？自己注定，自己过去生中造的业嘛，注定的。我们要怎样想好呢？把那个业转变就好了。我们要想自己身体好，身体健康长寿，不容易衰老，心清净就好了嘛，心慈悲就好了嘛。疾病从哪里来的呢？从烦恼里头来的。真的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不必去寻求仙丹妙药治不了你的命如果仙丹灵药能够延长你的寿命，因果律就被推翻了。那一饮一啄讲不通了。所以我们懂得，再高明的医生只能够治病，不能够延命，不能够。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叫看破了。看破之后再不搞这些麻烦了。你这个身体轻松了。不再惹这些麻烦事情，心就慢慢恢复清净，恢复平等，自然你就有智慧了，就开悟了。我们在经典里面，诸位细细去读诵，去观察。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有没有去找过什么营养品来养自己来进补？没看到人家身体那么好身体是业报嘛，佛教给我们的财富从哪里来的？财布施得来的。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报世间有很多发大财的。亿万富翁前生布施多。是这个因来的。不是说他什么好运的。好运的人很多，为什么发不了财呢？聪明人很多也发不了财呢，为什么偏偏他发财呢？过去生中的业，业差别。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
前生修法布施，这一生得聪明智慧；前生修无为布施，这一生得健康长寿。他这个里头有个道理在啊，你要明了这个道理，你要认真呢去修学。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们想求做佛，没有别的，修清净平等觉，你去做佛。清净平等觉是做佛的因的。我们现在正在读这个经。无量寿经就是清净平等觉经。我们虽然在读，虽然在学习，但学的不像，学的还不够。所以我们的果报没有得到啊。要怎样才能获得这个果报呢？加紧的学，努力的学，认真的去学习，这个果报在我们一生当中就会显现。所以你这个道理要是不明了的话，你就很难了具足这些毅力决心去学习。道理明白了，你就会很认真努力去做了。你才真正了解这世间人种种想法做法错误了。都在枝枝叶叶上寻求，没有找到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菩萨的业因是什么呢？菩萨是另外一个族类。佛告诉我们，菩萨是修学六度啊，六度是菩萨的业因啊。菩萨是正等正觉。等是平等，正是纯正不邪。等也等同如来。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佛告诉我，他明了，他懂得，他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个纲领里面，是以智慧为主宰，前面五条啊。都是四相，四上修啊，般若智慧是理呀。四相里面充满了真实智慧，这是菩萨。我们今天修布施，布施里头没有智慧，所以只能够得三界有漏的福报。这个福报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个就是慧能大师所谓的这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是指生死大事，说佛不能救。福报再大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要想出离六道，一定要智慧。真实智慧能帮助你，福报不行。所以修福固然重要，修慧更重要啊！佛教导我们，福慧双修啊。
那个果报啊，就殊胜了。所以如来所示现的果报啊，叫佛慧二足尊，佛德跟智慧都圆满了。那么我们要想做菩萨，你就要真认真的去学习实践这六个纲领啊，真肯布施，喜欢布施啊，遇到这些事情会尽心尽力去布施。但是布施不是盲目的，是要有智慧的。在现前这一两年当中，可以说全世界的经济都不景气。这个化缘捐助相当困难了。但是只要真正肯发心，自然有佛菩萨加持。所以佛菩萨来照顾我们的。这个也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连出家都张家大师教的。这出家说不要去找法师啊，不要去找道场啊，那到哪里出家了？求佛菩萨。说如果你出家想去找一个老法师，跟他出家，他要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了？我想想，没错啊，他不答应，我的确生烦恼啊。他说：“那你就不要找吧，求佛菩萨。”机缘成熟了，这佛菩萨会成就这个事情。我想想很有道理，就试试看吧。真有这个念头，真有这个愿望，所以感得。我那个剃度师父派人来找我，请我出家，请了九次啊！我看他心很沉呐，所以我才答应他。那这个都是张家大师教的，所以我不是我找他，他找我。所以我就可以谈条件了。我出家不做金忏，不做佛事，不搞这些，他通通都答应，我怎么才干？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要真正发心，自然就感得三宝加持，缘不成熟的时候，这是有业障，不是自己有业障呢，那就是众生有业障，如果业障消除了。一切善缘自然成就，你说这个多好啊！持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守法、守规矩、守法了。佛的教戒我们要遵守，我们要认真去做。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界。这个世间是我们的化缘，缘有种种不同，所以居住在这个地方，当地的法律、当地的风俗习惯、当地的这个道德概念，我们都要明了，都要遵守，才能跟这个地区的人和睦相处，才能得到这个地区的人欢迎。我们修学弘法，就会得到他们的拥护，而没有障碍了。所以持戒这个意思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忍辱就是有耐心。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耐心。
语言不成熟，决定不能够勉强。勉强啊，只有造成障碍。不会把这个缘分呢提前成熟，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有耐心。要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语言才慢慢的能促成了。第四个是精进。精是纯而不杂，进是进步啊。我们今天讲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就是精进的意思。无论是佛法还是实法，要想有成就，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发达，分工越来越细了。所以精进对现在人来讲，概念应该是很清晰的。一门专精。在佛法里面，它的目的是开悟。目的是明心见性，真正达到见性的时候了，所有一切法门都贯通了。这是古德所讲的“一经通啊，一切尽通”。一个法门得到了，一切法门都得到了。虽然一切经论都通达了，一切法门也通达了，为了教化初学，你还要实现一门深入，否则的话学生不服气。你叫我学一样，你自己搞那么多样，他心里有怀疑，他心里都不平，那么对他的学习就产生了障碍。所以我们在华严看到这么多人，你别看到他是天王的身份，神众的身份，其实他们都是古佛再来，不是凡人的，个个都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应以天王身得度，他就现天王身，应以鬼神身得度，他就现鬼神身，实际上通通都是诸佛如来，那么他还是示现一个法门，示现一种身份，这就是教我们精进，做出精进的榜样，精进的模范。我们要体会到这个意思，我们学习的障碍、疑惑、顾虑就没有了，信心、愿心就建立起来了，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将来成就了，一切通达了，也会实现一门。跟这个地方呢，这些诸菩萨一样，没有两样。禅定也是广义的，心自己做得了主宰。什么叫禅定？不被外面境界诱惑。心里面不生烦恼，不起贪嗔痴慢，这个叫禅定。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顺境不起贪爱，逆境不起嗔恚。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个是禅定。外不着相叫做禅，内不动心是定。所以禅定呢，并不是每一天是面壁打坐，不是的。般若是智慧，前面无状事情啊，充满了高度智慧，这个人就叫菩萨。那么修这种业呢，得的果报就是菩萨。那么再往下，圆觉修十二因缘，从因缘里面觉悟的，这是圆觉；从四谛里面觉悟的，这叫声闻。那么这是我们讲四圣法界，还是离不了因缘果报。往下这六道了，六道里面最殊胜的天道，天也很复杂，种类很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有28层天，28层分为三大类，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所以天真有啊，不是假的，真有上帝啊！我们跟基督教、天主教接触的时候，他们信上帝，我比你信的还虔诚啊，一点都不假了。我对上帝的敬爱超过你们呢。为什么呢？我们对这个里的情形呢，了解得很清楚，很明白。欲界天要修上品的十善业道。但是单单修善，你生的那个天呢，只能到欲界的第二层。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忉利天，这是凭福修善修福，往上去呢还要修定那换一句话说，你的心不清净，你就没有办法提升清净是定的，随着你清净心的程度不同往上提升的层次不一样。那么在欲界四层天，上面的四层天，夜魔斗帅，他化天，化落天，他化天。那么这个四层呢，叫未道定，他的确是修禅定，禅定的功夫浅不深，换一句话说，欲是欲望说的粗浅一点，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个里面讲的色就男女之色，这个欲望没有放下了，你就离不开欲界，这是个界限的。财色名食睡真的放下了，摆现在面前不动心了，你就超越欲界了，到色界去了。色界了，
这个禅定算成就了，你得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禅定功夫越来越深，啊，你的境界越来越往上提升。这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我们想想，确实合情合理合法了，啊，这个到天上是这么去的。你一定啊要有天人的那种功夫啊，德行的水平，自自然然就跟他相应。那么说对上帝的敬爱，那个心是油然而生的，不用一点勉强啊。他不但爱上帝，一切众生他都爱嘛。他能够爱一切众生，哪有不爱上帝的道理呢？所以佛法讲的这理圆满了，讲的周详啊，我们一定要细细的去体会。细心去体会，细心去思维，理明白了，我们的心就定了，就安定了，就会发愿依教奉行。所以色界天不容易去啊。我们想想，这个五欲六尘，在四上我们远离了，这心上呢，接触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念头？如果还有这个念头，你还在欲界，没有超越欲界的能力。诸位要是从这上细心去观察，才知道生色界天比往生极乐世界难。往生极乐世界可以带业，带着你这个欲去啊。色界天不带欲望啊。色界天人这个烦恼有没有断？没断。但是他扶住了。他禅定功夫确确实实把他扶住了，像石头压草一样，他压住了。他不起信心，纵然接触五欲六尘，他真的不动心，这是定功压不住啊。我们如果有这种能力，真正把烦恼压不住，诸位要晓得，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诸位说老实话。那个福烦恼待业往生，什么时候福呢？往生那一念，就是那一刹那，这一念当中烦恼不起现行，你往生。可是这个一念是关键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往生的时候有把握呢？那就很难讲了。所以平时要用功啊，就跟要练兵一样啊，平时要训练的啊。换一句话说，你对于五欲六尘越淡薄，你这个机会就越多啊。如果是彻底真的放下了，那你自在往生的，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完全没有障碍。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你念佛的功夫得力了。佛家所说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四意心不乱浅的。浅的里面也分等级。那个等级高的确确实实在这个一切境缘当中
啊，境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都能够做到不动心、不起、不起念头，决定往生，而且高品位的往生。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比生色界天容易的多了啊！但是世间有许多对于这些事实真相没有彻底了解的人，他愿意升天，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就是他对天向往，对西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这个错了，这大错啊！因为你生到色界天，寿命终了之后，依旧还搞六道轮回啊！《地藏本愿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吧，就讲得很多吧啊！所以这不是究竟的办法啊！那么天道。下面在六道里头讲有个修罗道啊，是在讲阿修罗他们的业因果报，世尊在楞严经里面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清楚啊。阿修罗在这个五道里头除了地狱之外啊，天道有阿修罗，人道也有阿修罗，畜生道、魔鬼道里头都有阿修罗啊。修罗是一种什么性质呢？他有福，他没有德啊。福报是他修的，修福的时候，他带着傲慢啊、自大、好胜啊，这些烦恼他没有舍弃。所以他得福报的时候，这种烦恼还会起现行啊，依旧有傲慢的习气啊，有好胜的这个行为啊。那么我们经上讲六道，这个讲的修罗是讲天上阿修罗啊，那么人间的修罗呢，都归在人道了啊，畜生归畜生道，卧轨归卧轨道，不单说啊，这个单说的说是指天阿修罗，他有天福，有天人的福报，有天王的福报，但是没有天王的德行啊。天王的德行慈悲喜舍啊，他好胜好斗好强啊，所以这个欲界忉利天，忉利天主也常常跟阿修罗产生摩擦，甚至于发生战争啊。那么往上去呢，往上去要修禅定，定能伏烦恼啊。所以我们想想，能够从这个理念理论上能够推想啊，夜摩天以上啊，纵有阿修罗也不会有战争啊。为什么呢？他有定功啊，定能伏烦恼啊。但是在四王天跟忉利天呢是没有啊，他们没有禅定功夫，那么这种现象就很可能发生啊。人道是五戒，五戒是善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五戒是善做了多少呢？自己冷静去反省，
能达多少分？啊，无戒十善，如果真正能够达到80分，人生可以保住，啊，来生还能够得人生。如果你说打个60分，靠不住啊，自己跟自己打分数很宽呐，不可靠啊。真正能够做到是做到80分的时候，来生可以得人生。啊，如果要是升天的，那是100%，不能有一点欠缺。啊，无戒十善做到100%，这个人决定升天。啊，那么往下三途，三途最重要的一因是贪嗔痴。贪是恶鬼的业因呐，嗔恚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啊，就我们中国人一般人都讲，人死了就做鬼。六道轮回。为什么说不说人死了升天呢？要说人死了就做鬼呢？但是细细想想啊，说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啊。你看哪个人不贪呢？贪心是恶鬼的业因嘛。世间人贪名闻利养，贪五欲六尘，甚至于学佛法了还贪佛法，贪佛法也变恶鬼呀！不是说你贪的对象啊，就是你贪心啊，贪心就是鬼心呐。这个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贪佛法、贪善法，鬼道里头有福报。总而言之，它是落在鬼道。那么要贪邪恶呢，那在鬼道里头就受罪呀，恶鬼了。所以佛在经上讲这个鬼道有多财鬼、少财鬼，无财就恶鬼。那就是你贪的对象。你贪图善法，那么你将来就做多财鬼呀、少财鬼。你贪的是恶法呢，那就是恶鬼，那就很可怜了。所以这是把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业差别，略略的说出来。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齐心动念，言语造作就谨慎了。知道六道是自己心行变现出来的，设法界也是自己心行变现出来的，为什么不学好呢？为什么要去做恶呢？所以真正呢，参透了啊，就决定不再做恶了。断恶修善，不要人家劝勉，我们自然就会做恶。自己还做不到，你对于这个理论事实真相还没有搞清楚，还没有透彻。真正搞清楚搞透彻，哪里要人去劝？不需要。所以你究竟知道多少，了解多少，从哪里看呢？看你做到多少。
这个问题早年我跟张家大师也讨论过啊，这个结论呢，张家大师说佛法智难行易啊，佛法确实智难，行不难呐、啊，凡圣之在一念之间呐、啊，那转变非常快速啊，为什么转不过来？知太难了，你不了解。正因为如此，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知难啊！释迦牟尼佛没有领导大家在一起去共修啊，在佛经上没看到过啊。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给我们在一起打个佛七，打个禅七？如果有这种事情，佛经上应该大书特书记载下来，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行容易，只要把你那个念头转过来，你整个的行为就要转过来啊，口的言语、身的造作，都是意在指挥也。啊，意就是念头，念头在那里发号施令啊，他在主宰啊，所以念头转过来了，你的行为自然就转过来了。啊，所以佛懂得这个道理，一生帮助大家把观念，错误的观念转过来，啊，我们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啊，佛在这上下功夫。你的功夫成熟了，自然就转了，这境界就转了，转凡成圣，转迷为悟啊！所以认知太难太难了啊！你说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啊，佛法哪是正法，哪是邪法啊？现在的社会，仿冒的事件层出不穷啊！啊，什么东西都有假的，啊，连药都有假的。这是我们中国古人什么都敢做假的，药不敢做假的。为什么呢？害人命啊，那个罪很重啊！啊，现在连药都是假的，你说怎么得了？自己为了贪图一点小利，不顾别人死活，这个罪业多重，现在人敢做啊？佛教也有假的啊，信佛的人很多，你都要问问他信的那个佛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遇到是个假的佛法，不是正法，他所修的得不到结果，他所种的福不是真正福田，他造罪业啊，以为自己种福了啊，实际上是自己的造业啊。建道场以为有功德了，不见得啊！我的看法是，建茅棚有功德，建大道场不见得有功德啊。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啊，这个建大道场的时候，大家去化缘去募捐啊，在建的时候，个个都是菩萨，非常热心啊。建好之后呢，都变成罗刹啊，争名夺利呀。我过去见到一家在台湾嘉义建道场的时候，这个老师傅叫他的徒弟到处去化缘道场建好了，建得也不错，我去参观过了，里面天天吵嘴打架为什么呢？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做当家，那个时候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要做什么，
摆不平啊，老和尚自己也没办法啊，真的天天在争啊，争地位也，争名位名分啊。跟佛所讲的完全相违背。佛教道场要修六合敬，里面不合啊。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这种现象，心里面就有很高的警惕。所以我一生不敢搞道场。我怕将来走到这个路子，帮助人造罪业。没有道场的时候大家和睦啊，互相能尊重啊，一有道场都变成仇敌啊，那怎么得了？所以想来想去，释迦牟尼佛告明不搞道场，树下一宿啊。如果释迦牟尼佛也建个大道场，可能他底下这个长随众1250人天天也打架了。佛给我们做的示范呢，越想越有道理。所以道场小好啊，小没什么好争的。外面对你也不在意啊，你可以平平安安修道啊。所以建茅棚是绝对正确。小茅棚，一个人住个小茅棚，比什么都自在。那么这是说明，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很难辨别。我们如果不多读经，不经常读经，很容易迷惑。迷惑没有能力辨别，这就是愚痴。愚痴堕畜生道。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同修告诉我，有些道场出生通灵性啊，每一天做早晚课的时候有鸟到这儿参加啊，每一天到早晚课的时候就有几只小鸟的时候在这个窗口上啊，课诵完了它就飞走了啊，第二天做空它又来了啊，还有出生养的狗猫啊，跟着大家去修行，那些是什么人啊？前世念佛修行人啊，堕到畜生道啊。所以看到这个有出家人在这里，出家在家在这里念佛做课诵啊，他生欢喜心，他来参加愚痴都出生道啊。我们看了很清楚很明白。就这两句是讲设法界依正庄严。种种业差别而感得的果报。第三句是世间如是。这四个字是总结。借前面两句的，底下这三个字要紧，佛界现。佛现什么呢？随类化身。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他在设法界里面现依现正，依正都现了。应以正报而得度者，他现正报；应以依报而得度者，他现依报。
啊，从医报里得度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有些人看流水开悟，有些人看树上开花开悟。他天天看，为什么不开悟啊？就是那一刹那看的时候，他开悟了。那一刹那是佛菩萨示现的啊。我们一般人讲灵感呐、啊，啊，佛菩萨示现的啊，佛菩萨绝不错过那个开悟的机缘啊，这应机示现。应机说法了啊，所以我们在游览、观赏名胜古迹啊、浏览风景的时候，有时候感悟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没有佛菩萨示现，你天天看，天天去求，为什么不开悟？啊，为什么没有感触？啊，当然，必须自己有感，佛菩萨才有应。啊，自己没有感，佛菩萨虽然应，你也是没有感悟。啊，自己一定要有感，感。心在道上啊，心常常念道啊，悟的缘就多了。听讲经会开悟，念佛也会开悟，日常生活当中见色闻声都有开悟的机会。这是真的。学佛的人，佛菩萨帮助他。不学佛的人，佛菩萨也帮助他。你说为什么呢？佛心平等，佛心决定没有差别，决定没有偏爱、所以不学佛的人也有悟处啊。悟了之后呢，就变成另一个族群了。啊，你把在中国修道的是一个族群啊，道教啊，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有修种种气功的，那也是一个族群啊。那个高级的气功师，他心也很清净啊，都有感悟啊。啊，那么在外国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啊，不同的宗教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很清楚，任何一个宗教里面，他的成就都是佛菩萨与他有感应道交。啊，这一次我在澳洲有这个缘分，啊，跟许许多多宗教领袖。接触谈到祷告啊，禅定可以跟神感应的啊，那么这些事情是事实，决定不是迷信。感应的道理在哪里呢？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
这所有这些现象，现在科学家也肯定这现象是假的，跟佛经上讲的梦幻泡影，他们肯定，他们承认，整个现象他们归纳起来这是个波动的现象，这科学家讲的，爱因斯坦所讲的场的现象，不承认有这些一切万物存在，他们肯定这是波动现象，这个现象跟佛法讲的相应了，佛法所讲无明，无明就是波动现象，不觉，不觉也是个波动现象，所以任何一个物质都有波动现象，这个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地观察到了，那么一般人知道的最多的光波、电磁波、声波，这是几乎一切众生都肯定，都没有疑惑，这是无的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缓慢，速度缓慢，那个念头的波动现象呢，我们说过了，起心动念，念头波动的现象快速啊，刹那之间周遍虚空法界，所以我们念头一动啊，尽虚空遍法界，心地清净的人通通都感觉到了，那么这个现象科学家没发现，他发现是物理的波动现象，这个心理的波动现象，这个状况啊，他们没说清楚啊，佛法里面讲的清楚，起心动念周边法界，立刻就周边法界，所以给诸佛菩萨，给这一些圣者，乃至于给天龙鬼神，鬼神里面有修定，他们立刻就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你祷告会有灵验，你祷告真诚心祷告就有感应，你祷告里头带着有自私自利，带着有损人利己的这个感应就没有了，你虽然是个教徒，你祷告你奉祀的神明，神明是大公无私的，神明决定不会受你的贿赂不会听你的那个虚伪的恭维，不会听这些的，你的心真诚，你为众生，你为大众的福利，立刻就有感应，夹杂着自私自利，夹杂着损人利己，你祭神神也不来，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古书里头记载就很多，所以是诚则灵，不诚就不灵，可见的是这个无关于你对 佛菩萨信不信，你真诚不信也灵，你不诚心呢，信也不灵，佛菩萨如是，这一切这神明呢，无疑不如是，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太多太多了，
啊，就是佛界限。啊，佛是平等的实现，啊，极净光明严梵王，他从这个地方修学这个法门悟入的，如入佛境界了，入佛境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清凉的四分讲正，啊，如就是正的意思，啊，我们讲正果，啊，讲成佛，啊，悟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